陪你干什么呢？我是你们的医院里面的大客户啊，你不能这样子啊。不行不行，院长很凶，不能这啊，样乱卖啊。不然你问问看院长，你问问看院长就知道了。这是一个100还是一个800我请他过来吗？啊？啊，行啊行啊行啊行，来啊，你请他过来。院长现在有空吗？哎，咋地？习德在医院找你。按照我。啊，你这是在干嘛？这，你说啥嘞？你刚刚在干嘛？我在包我的脚啊，哦哦哦哦。对啊，不然在干嘛呢？啊，喜院德长在啊。这里干啥子呢？啊，我来跟你们买绷带，这家伙要削我啊，说1800啊，他早上明明才卖我100啊，你看他是狗不是在日的，骗你我啊？买100是你们在坑他，800是公道我价，狗啥时日的。坑他啦？什么800的公道价？我们不是玛丽安教徒吗？不是做打折吗？你不是教徒啊，喜德才是教徒啊。一样啊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不是吗？哎，好的好的，那我算你一个500啊，六折我一个啊。500也太贵啦，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啊，不便宜一聊点啦，啦，最行低不价行就啊？是五便宜百啦，教徒我都算500啊，你的啊，低就教不徒用再算五卖百了。了，哈哈，啊，那500啦，来个10个吧，来个十个，啊，你以后要多捧场我们喜德的面包啊，听说还我蛮看好见吃你啊，遇到都有买呀，狗日的！啊，我懂啊。还是要稍微捧场一下啊！对，他这小子好像没买过啊，等一下我卖给他好了。啊，我身你上买满的的，别不的好意倒是思，蛮大，萨比亚。我身上满的，不啊，好你意说思。啥？啊，你你来说个什么四曼个尼啊，说亚，错喜德？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来个那四绷个，带来是个蛮四，大，萨比。来个4个啊，不好意思啊。4个就是2000啊。这个我来哦。好的，好的，麻啊，烦有了，收到了吧，院啊，长。谢谢学长啊。这点啊，每次都这样子跟我坑就钱是点啊！嘛，可信点，可信点，诈比啊呀，一，OK 百块会赔本的呀。啊，他没事啊，没事啊，辛苦你啊，911很啊，帅喜德你也先再见了啊。啊！啊，再见啊。车库，是谁？哎，学长，学长这里，哎，阿坤，阿坤这边啊，学长哇，这谁里，这倒里，了？还好哎，吗？那个是阿格斯吗？学长这里，哎，你帮他这里，学长你看得到吗？找你们干的我找啥？你。妈祖了，怎样？限电，无线电。无线电。学长，等下我陪他去医院啊。刚刚有外那星谁人呀、啊，我在打外星人，就他可能比较虚弱，一拳他就晕倒啊？哦，了。他刚刚才出院呐、啊，我懂，我懂。这谁呀、啊？这。那那我们医院吧。学长，你带他回医院啊？他可那能比个较虚弱。小蛙过来，小蛙过来。真上车的，吧，上车吧，我可以等不你要们后再面去医报。院吗？真跟你去买 OK 泵。
学妹不小心打伤了你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赶紧进去医院啊。药费记得帮我付。我会帮你付啊，一定帮你付。啊，你怎么身体这么虚弱？你刚从医院出来哦。我刚来啊，没钱吃饭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欸，你没钱吃饭。我等一下给你一点那个营养金啊，你去买点饭吃。小王，你是不是漏点啊？你怎么胸前有两点黑黑的？真啊！哎，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受伤弄到的，啊。我要换石膏啊！忘记找你换了，啊。啊，你可以去找其他学妹啊。哎，欸，怎么了，学妹？发生什么事了啦？这么多人啊！来来来，你先上床晃一下就好了。不小心，刚刚有外星人，我不小心打外星人的时候，那你等一下哦。不小心。换石膏多少钱啊？换石膏。不是啊，我叫他这个小伤，我叫紫 V 帮他看一下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伤很小。你好啊，你好啊。哎，你别紧张，别紧张，你还记得你他这个应该是吗？我来就好了。啊，他这个应该就是营养不良晕倒。对啊，你这。还是一些长，你醒醒啊。你脸上有淤青而已。应该就没事了。这位先生，你这没有反应，我真的是只能拿棒子来好好的诊治诊治你了。你脸上淤青而已啦，营养缺乏，就600块而已。刚好是吗？好吧，既然你有这样的嗜好，啊，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太强求。你们女护士很可怕，我男的。啊？学长，他的医药费多少？点点。哎，田一晶，田一晶学姐。多多。我刚帮他掉点滴了啦，这样子营养剂加。你们护士擦伤1600而已。我没有啊，我帮他付了吧。听一听学姐。刚听到哦，先吃个汉堡。他刚刚说他指定要男医生，因为他喜欢刚刚好。我不要你的，我不要你的。那我就拿这一根棒子用就好了。学长，你收到了吗？有。你的姐夫。你再躺个。一下下吧，再躺个10分钟就好了。你是学长吗？我学弟啊，我学弟啊。你是学弟吧？哦，你学弟啊。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这位先生，您还记不记得您叫什么名字啊？他是阿坤。哎，小蛙来吧，我给你，我帮你买一些，我给你一些营养费啊。因为养乐多是吧？好了，慢走喽。养乐多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您别着急啊。你找我吗？田英晶学姐帮你看。没有啊，我就说这个颜色啊。快就好了。我要买氧气罩。你喜欢刚刚好也不打紧，我们听听学姐。我们这边聊，那边太大声了。你要知道，没有啊，你因为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这边有把一些那个补品吃，你有买吗？不是，我是阿星。你怎么？等我一下，我先把这边解决。你是阿星？对，我是新进的早班实习生。哦，你是早班的哦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你是阿坤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长很像。不会不会不会，那个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有看过你的照片，你是之前在这边工作过的吧？小蛙，小蛙来，就医院的大师兄啊，就是我。好，你好，学长好。啊，这是你新来的，是不是？来的，我。这看起来感觉就像空爆弹呐。什么传家之宝？你这个蛋蛋，这看这颜色像是坏死了呀！那个男医生啊，他们不太行啊，不要相信你的医术啊！学长，你看他的蛋蛋，已经快不行了。对呀，小心你自己看他蛋蛋。学长，你看他那个蛋，真的这个坏死的颜色都已经青紫了。你怎么现在才来换石膏啊？变成这样子啊？这里好像不行哎，欸，我们去那个手术室。好，你看他这个淡淡的这个颜色，我怎么看都是不对劲啊。他可能刚刚不小心擦撞到啊，这个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学姐，这个淡淡您专门的，您帮。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医生啊，咱们去手术房。我是正常的吗？我相信你是正常的啊。哎，
怎么有这种画面？你因为他要割蛋蛋了，你要不要来观摩一下？一定要小心，我来换石膏的。院长，我只是来换石膏的。他不是院长啦。他是道道。我要找院长。他是吴套套。你是最高明。我可以啊。那我帮你找院长啊。那给套套喽。医药费我出啊，我找院长、啊。那么医院有人指定你帮他割蛋蛋啦、啊。那我们回这边吧。院长，万一越来越少怎么办？你现在还可以保留啊。那套医生，你再帮我检查一下，他们都说我这个 OK 了。啊，好啊，马上回去啊，等回啊。啊，我们院长等一下就回来了。收到通知。套套，请问一下要怎么把它放下来？没有，你直接先再公主抱一次。套套啊，我只是来换石膏的，怎么变成绝蛋蛋了？谢套套。你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快就进医院呢？你刚去过圣诞节啊？他早上摔过车，要换石膏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套套啊，两、啊、个多你也晚回来换啦、啊，那石膏也把他的蛋蛋压的都已经不够强。院长会回来，让他来判断吧。套套啊，跟上次一样。啊，院长啊。院长，你看蛋蛋，他的蛋蛋已经坏死了。杨乐，杨乐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还好吗？如果你手术后有什么心理压力，你再联络我。啊，小蛙哥，换石膏的。那他有备用的吗？还是他只要割掉啊？他说他就是想说他要把它割了，那割了才能好呢。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价目表啊。我们不能把它摆在那边坏死啊。这坏死了，一个不小心就蔓延到前面去了，不好不好。我只是来换石膏的。我记得前是9487啊。那个包含了移植呢。院长啊，我要院长，院长医术高明啊。不是杨乐多，你这还好发现的早啊。你要庆幸我们发现的早啊，这。杨乐多、啊，有没有人要捐蛋给你啊？哎，杨乐多啊，9487元。院长啊，医药费不是问题啊，保住我的传家之宝啊，院长、啊。可能保不住啊，你不切掉，你到时候整根会烂掉啊，看你是要保一根呢、啊，还是全部都不要啊？院长啊，那我是两颗还是一颗啊？哎，只有一颗坏死啊，所以只要切一颗就好了，帮你把它垫掉、啊。院长，帮我切掉，这颗可能不适合我啊。那你要跟他说再见了吗？院长啊，就拜托你啦，你可要保住啊！啊，到时候如果遇到别人要切的时候，你还能移植呢，别担心你啊！别担心你啊，杨乐多！你要保住我啊！就算切下来啊，切下来也可以放在那个他玛丽福马林里面啊，到时候你要移植的时候，我再帮你接上来就行了。院长啊，还是你医术高明啊！好嘞，准备好了。要砍下去了，要跟你的胆子说拜拜了。院长，我做好准备了。应该是要用这个了，那个垫不掉了，要打下去了。一口气啊！院长，那瓦数要调一下，我怕它会焦掉。虽然淡淡焦的味道是蛮香的。你没有看到我现在改成这个了，直接射爆就好了。要这样子吗？当然的啊，那个电能没用啊，怕把另外一颗也电坏了。院长，你看到 auto 了、啊？好恐怖啊！打准啊！院长，你调成三连射可以吗？你那个是 auto、啊。我上次大炮来我这边切他的150公分了、啊，我两枪就搞定了，就打在他的耐块身上，啊，完全没有伤到别的地方。你相信我的技术啊？没事没事啊。我们这个、啊、子弹微创手术啊，又快啊，又不会疼痛。院长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快开啊！然后你深吸一口气啊，一二哎，哎，他昏了，院长。他昏了。哎呀，他的蛋汁喷到墙壁了，我擦一下。蛋汁喷上去了吧，没关系啊。院长啊，是不是动完手术了？我怎么觉得负担少了、啊？
哎，是的呀，你少了一哎呀，颗，敌你到左这边边来那颗不了。见了，你左边那一颗不见了。哎，至少你还兵有一长颗啊，啊，你等下走路可能会有点不平衡啊。兵长啊，对，你觉得左边那突然少了点负担。连长啊，可是我是来换石膏的，怎么变成单单坏掉啊？他们说的呀，我回来一看也觉得你好像坏掉，你在那一会儿直直啊。连长啊，我在水库怎么跟你说的啊？还要换石膏是不是？对啊，早上换石膏啊，早上出车祸叫他晚上来换石膏的。啊，那个就麻烦你了，这个是你做的病例啊，你不是骨科的没？兽医啊，院长啊，要帮我缝好啊，不要有伤口啊，我怕另一颗有问题啊。院长，院长，咋地？就说啊，他那个我子弹打下去，他的伤口很快就会愈合了，也不用特别去缝合啥的，啊，很快就好了。院长啊，我院长，我就问问啊，就是。我早上跟阿花学姐说，有人拿着枪就是指着我，我觉得非常特别害怕。她跟我说就是可以跟警局联系，就是拿电击枪是吧？那个我去我去。好的好的。警局去讲啊，警局的自警局交给我吧。可以发，你告诉你是医护，你穿的自不起。好的，这样就可以拿了是吗？啊，师弟，你把医生怀孕呗。哎。学长，学长，他说不用去了。院长啊，我要说静养多久啊？那啊，你这个石膏，等着我们的阿信帮你花完。换药跟换石膏大概要多少啊？三四周就可以出院了。那换药换石膏要收多少啊，啊院长？医药费要多少钱呢、啊？换石膏你就没有啊？那个不是算在他的骨折跟那个骨裂、就是？哦，对吼，好好好，不用另外收钱啊，不用收，不用收。收不是他的另一个啊。爆弹啊！爆弹要另外收钱的，算便宜一点啊。你的弹弹切除是9487啊！兄弟啊，你等等要带我去银行啊！我不知道，我换个石膏竟然不捐一个弹弹。你就是太晚来换了，下次。得早点回来，否则另一颗都差点不保了呢。哎、啊，学弟学弟，我今天他不是只是来换功能还可以啊。我记得他是来换石膏的。啊，是啊。检查出他有那个问题。头痛啊！你知道男人的痛啊！刚刚只是换个石膏。刚刚那个燕京跟我讲的啊，蛋蛋就不见了。他说那个蛋蛋要切除啊。啊，不是啊，杨乐多，你要听我说，我们的燕京学姐，她眼睛。很厉害，他对下半男生的下半身是非常有研究的。我们去警局锁枪吧。他用闻的也知道啊，我跟你讲，对，闻的他用闻的就知道了。你说我们一块去吗，学长？对啊，因为我也需要枪。看你的吗？哎呀，那咱们走吧。我看你的脚也差不多好了。有啊，他上次还帮我排毒。有好一点点啊。没事，快来啊，学长。你跑慢点啊，不会喘啊。我找到人的话再走啊，不然这边这样人手会不够。不会走啦，会也会留着。哦，懂，兼职的意思吗？就是兼职，对对对。因为老板娘还是他，不是我，所以我不会，应该不会走。那这位是？那是学妹，新来的学妹。学妹她叫紫薇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叫紫薇，不好意思啊，看你们在忙，这假如不打扰。这个是学长，哦、这个是学长。阿坤学妹啊，我们这边礼节很重要啊，看到学长学姐要打招呼啊，要记得。阿坤好，阿坤学长好。你好，你好。阿坤学长，我怎么觉得你长得特别眼熟？眼熟吗？怎么说？我总觉得是不是在杂志上看过我？看过你呢。那小雨，我们之后工作会一起，要不要？联络一下，换个电话联络一下。杂志，我的确平常有在看一些劳工杂志，嗯、你可能有被拍到过。工作联络吗？对啊，雨之后应该是认错了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。可能长比较像而已，啊、学妹。是吗？对对对，好，如果是因为工作的话，那可以留一下。就多多指教啊，学长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、就是、多多指教，多指教。
怕你们就是在忙打搅你们了。没有啦，没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事没事。那你的电话是？这几天刚来工作还顺利吗？60331，两位。好。有，还可以。啊，还过得去啊，还过得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过得去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就好。那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再跟学长讲。那学长，我们该怎么联系你呢？平常？我叫阿坤。我叫阿花。我是这个医院的主任。大家刚拔掉都不太习惯啊。我的电话是56029。哦，我发讯息给你了，你有看见吗？院长。哎，咋地啊？打个招呼，院长好。我上了台车。哇，院长的车真的很有品味。好。哎，小光。我家了，那以后工作的事情就打个招呼啊，今天还好吗？需要帮忙的也可以。还可以，很多事情要忙啊。好，怎么会来这？这个我去，这个我去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来看女友啊。哦，好啦。那我们去要强吧。学妹没事的话可以，学妹没事的话可以下班了、啊，跟小可以去约会没关系。哦，真的吗？现在医院不缺人手是？学长问个问题哦。啊、没事有我在。哎，是。我有时候会幻觉眼睛上面有一条红红的，说医护局那个怎么用啊？啊，眼睛有一条红红的哦。你想象你有一个键盘，按 T。然后呢？然后打-119空格，他的编号，然后打 coming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学长。阿坤，你可以载我去领车吗？那学长，哦好啊好啊、你有车吗？开你的车吧。我刚存进去，等我一下。我没有自己的车。啊，对了，刚刚忘了帮你介绍，刚刚那位戴墨镜的就是小光，但因为你说就是关于女友的部分啊，所以安全带系好哈。有人呢、啊，有人呢、啊，看要不要我们一起去？我们先去这个，我们先去救他。好好，你喊一下，我开去。哎、死尸三号，有人要去吗？我们来。好。你会开鸣笛吗？你会鸣笛吗？会的，会的。哇，你好棒啊！我是坐第三天才知道啊。哎呀，不打紧的嘛，您之前是做兽医的，可能就是不太需要鸣笛。对啊，都在医院等着动物来就好了。啊！这个烂车子！学长，您慢慢开啊，慢慢开。他蛇行不能，病人比较重要，有伤患啊。小心，我们也不能变成伤患呀。你看呐、啊。
学长，学长。嘿，请说。我问问啊，我就问问，你知道什么是暗网吗？你有买吗？我那天买了，那不太会用呢。我也不太会用哎，我就买来看看简讯而已哎。这样啊。不然晚点问问其他学长姐呗。不要顺便听啦。好的好的。哎，到了到了。他的位置有点奇妙哎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在前面一点哦。该不会在桥上吧？哎，他人呢？人呢？咋有石头在这啊？有没有？有听到声音吗？在哪里？哎，我看到车，这边有车。这里啊，上面。上面吗？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对。等一下哦，学妹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。看到了吗？好的好的，不要说话哦。人在这，人在这儿。Hello， 去哪里呀？那你慢慢走。好，哎呦，来，请学长，这里这里有，救到他了，过来过来，来这边来这边，你应该是骑不动了，看你摔成这样子，过来过来，学妹你载他吧，我帮他把车骑回去啊，他在这里，不用了，那车就他让外星人带走就好了。哦哦，那我去帮你一下。哎，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，您起不了哎。啊，起不了，算了。学长，哎是，还有一位呢。请别人吧。你先载他回去吧，我在旁边而已，我去这个。好好，他没有，他们去，他们去。好的好的。啊，好，好险好险。先上车吧，学长。那你要不要去后座，让我们的学妹帮你压压心跳？不用了，我只摔倒而已。哦，那给学妹检查一下嘛。自摔吗？啊，对，自摔自摔，但一切良好。我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啊。啊，后座安全带要系好哦。好的。啊，有。安全带给系紧了啊。啊啊，系紧了，系紧了。您怎么自摔了呢，尔康？哦，没有，我刚刚去骑车爬山嘛，想说跑个山，测测看，结果那个下车。下山的速度太快了，我不小心轮胎打滑就跌倒了。您这样真不行啊！我觉得有摔到蛋蛋呢、欸。跑山呢？我觉得蛋蛋要检查一下、欸。不打紧。哦、啊，你听我声音还那么 man， 你就知道我没有摔到蛋蛋的啦。这 man 不 man 不是蛋蛋说了算啊，那你没关系，你等等，我们田英金学姐。好像正要前往医院，那我们等一下请田学姐看一看，没事的啊。啊，好吧。尔康，没事的，相信我啊。
谢谢你，紫薇。紫薇，你们很忙对吧？呀，今天还好啦。其实今天学长姐们就是都有来上班，自然是比较还好一点哦。你看，我们还可以两个人来出勤呢。哦，你们听说你们今天割了蛮多蛋蛋的是吧？啊，你听谁说的呀？我听那个 PTT 啊，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 PTT 啊。这谁在那胡说八道？哪有割蛋蛋这种事？那学长你说是吧？对啊，就缺你一个了，那才叫多呢。差你一个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要割蛋蛋呢。不打紧不打紧，你别紧张啊。在咱们这田英晶学姐，整只下体是一流的。哦，我知道啊，每次给他全套的时候都还蛮厉害的，很快就好了。哎呦，懂哦。来来来，下车，你走慢点啊。啊啊。来来来，哎、欸，你可以抱他，你可以抱他，你可以抱他。嗯，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来，我抱你进去吧，我抱你进去。你力气那么大吗？可以可以，他刚我也抱得动，来来来，往前走。没事没事啊。哎哦，对不起啊，我手滑。你抱不动，可以用走的，没有关系啊，不一定要抱我的。我心疼你啊，尔康。他怎么又摔啦？是不是抱不太动啊？没关系，我用走的好啦，没关系的。没事没事啊。啊，算了，您自个儿用走的吧，您这太重了。您慢点走啊，慢点走。尔康，您怎么晒得这么黑呀、啊？哦，我是天生。